我现在是北邮，研二在读，然后今年九月份开学就研三了，然后我自己也是参与了去年的开源之下的那个活动，然后穿的这件 T 的就是之下的 T， 然后就是我在校内可能我也是对开源步道啊什么的比较感兴趣，可能也是受 Rick 的影响吧，然后我自己还搞了一个就是北邮人开源群的那么一个群，然后目前也是跟 Rick 在合作做开源面对面的运营，然后这是我的目录，然后就是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比较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我为什么着迷开源之下，然后从几个案例讲一讲，就是因为我看今天好像社区的人比较多嘛，就是来分享一下学生在参与开源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哪些问题，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社区如何吸引学生参与一些还不错的实践吧，然后最后再讲一下我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学生校园大使的步道之旅，然后这些呢是刚才临时添加的东西，因为昨天我也到了，昨天我是挺感触的，这是我自己拍的照片，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它有点压缩了，就是昨天 Karen 在讲的时候，他写 PPT 上这里是 GSOC， 就是 GSOC， 然后他说 GSOC 提供的是这是 AFS Mentor， 然后这里是 Google 提供的 Scholar， 这可能看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阿帕奇他的 Twitter， 就是在 GSOC 刚开始的时候吧，然后他们其实还是发了一条 Twitter， 就是说类似于开源之下或者 GSOC 的这样的编程活动在国外其实很就是就包括在阿帕奇的内部它其实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昨天然后呢这个是 ALC 北京的一些，这个是吴声老师，然后这个是江宁老师在Twitter 上跟我的一些互动吧，就是这个互动就是吴声老师这条 Twitter 给我前几天几天前发的吧，然后给我的感触也是特别深，就是国内很多基金开源基金化或者开源软件就是好像东西没有做特别多啊，这个就是我的什么 title 啊，我的口号要喊得足够响亮，但是就是说做一些基础的工作的这种人啊或者事儿它其实是并不多的，在我心目中就是类似于开源之下其实它就是国内它在填补 GSOC 的这样一块空白之处，所以说就是我自己来讲我就是我这两天真的是越来越对这个活动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这个呢是今年开源之下去线下做 meetup， 然后当时是要去北邮做 meetup， 然后这个是江宁老师在北邮跟我们演讲，其实当时我是一个非常小白的状态，我不太知道说江宁老师是什么样的咖位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说Rick 跟我说有嘉宾，然后我说就那就来吧，后面我才知道原来是阿奇的董事，然后就是王太跟我说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活动其实做的参与的学生挺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可能没有给我们特别多的支持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有点草台班子的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就是我当时可能真的挺感动的，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也给不到说嘉宾什么钱啊赞助啊什么的东西，就江宁老师肯来北邮就是给我们这种草台班子的学生讲一讲，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李梦他刚才肯定不方便说嘛，就是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看不到，这个是他那刚前那条阿帕奇那条 Twitter 上面展示的这个 GSOC 里的项目，然后这个是我去他们那边搜刚刚在官网上搜了一下阿帕奇的社区，然后什么 Doris 啊，然后 OpenDL 啊，昨天炫我讲的那个，然后就是Skywalking 啊，就是其实来的社区蛮多的都参与的。其实我那天也跟吴声老师说，我说明年有没有机会就是让阿帕奇他们也给开源之下发一个推荐，吴声老师说应该没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他这个活动现在真的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棒了，就是从我学生的角度来看然后这是
之前的一个 PPT 嘛，然后就是可能也是重复了一下，就是因为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呢，就是因为开源这件事它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源就是大学里面，但是就是我因为北邮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浓重的互联网氛围的大学了，但是我在校园里面我其实开源这件事在北邮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客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好像开源都是说现在说我们国家一些公司啊，或者说一些政府部门啊在牵头，就是校园里面其实只有几个特例吧，并不能说就是广泛的各个校园大家都在参与这个事情，然后比如说国外的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 MIT 了，就是不管是MIT 这个学校所做的很多的贡献，还是说 MIT 本身很多人我们都用的一个协议对吧，就是你这项目啥也不想用的，啥也不想限制的时候，你就用 MIT 协议对吧，就是它其实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蛮基础的实施，我们需要有些事情来做，然后就是类似的活动其实也蛮多的，然后今天时间有点紧，我就快速的过一下，然后就是说这样的活动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做，然后这个就比如说阿里巴巴的编程之下啊，这个客观来讲啊，就是我从截止本次演讲为止，我从网上没有看到他2023年继续准备办的意思，就是他2021年、2022年都有，但是2023年截止目前夏天快结束了，我是没有看到他准备接着办了。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活动就是能坚持下来，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去就是写一些专访啊什么的，或者发发推特去夸一夸开源之下，因为我是真的很怕他办不下去了。然后后面就过吧，然后就是其实来讲就是开源这件事儿的话呢，在校园里呢其实很多学生，因为就是这是我们论坛校内论坛的一个帖子嘛，就是有人说现在刚上研究生怎么样才能过得充实一点，就很多人说你去搞一个长期的开源项目，然后你可以去试试开源之下，你先去社区里面接几个艺术，其实大家把参与开源项目作为一个提高自己技术的东西还是很认可的。然后下面这个是华科的一个新闻吧，就是华科的网安院应该是可以允许你去他指定的几个社区欧拉，或者我知道一个是欧拉，但是我不知道剩下的是什么了，通过你只要在这个社区里面提交 PR， 你可以就是直接免修一个一学分还是两学分的实验课，你就免修了，它是可以抵学分的。然后当时就是我认识的那开源青年吧，他就把这个事儿写了一个新闻，然后我觉得反正我对这件事儿，我总体来就我觉得还是挺正面的事情，就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学生其实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说一下就是一些可能这样的活动中学生参与到的一些困惑吧，然后就是这个是有个学生他不知道什么项目 OK， 他就去群发邮件，每个老师都发，我不知道他是好像还设的是群发单写，然后群发邮件问问你这个项目有没有人，然后什么项目相关的信息都没有，然后就是导师们他们自己也沟通了，一发现这个学生发的太多了，然后就是就其实是不太讲礼貌的这种行为了。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学生因为他中选以后，就是他的那个选择学生可能会很残酷，好几份 proposal， 然后他中选以后他可能就是觉得我的 proposal 明明写的是最好的，你为什么就不选我，然后就是因为我学校不好或者我没有去跟导师微信上多套近乎嘛，我 proposal 明明写的最好为什么不选我，就是可能学生在于申请的这种地方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理解，可能需要社区把一些具体的细化的东西更显著的说一下，就像Rick 他在做导师的时候他就自己都规定了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他心里的那些加分项评分的，比如说你提一个 PR 是怎样的，然后你的 GitHub 活跃度，然后你的
proposal research 做的怎么样的，几个学生我都给你打个分什么的，他会把标准明确的列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学生在落选以后可能就是也会稍微的好受一点吧。然后对于一些开源常见的流程不熟悉，就刚才我看有听众也提到问题，就说有学生连 GitHub 都不会用，不知道 TPR 啊，那这个太常见了。我在北邮做开源大使，说好听点儿开源大使，说不好听点儿就是一半的时间就是来帮这些只会 add commit push 300虎的这个同学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非常正常。然后还有同学跟我说，他说他学会那个300虎了，然后他问我说为什么他 add git 报错，然后我发现他不是克隆下的，他是那个download 的 VIP， 然后他问我为什么 git push 不好用，就是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稍微熟悉，就是习惯一下，就是因为这件事毕竟在我们这里的开源不像是美国那样，就是天然的它开源就是从大学生长出来的，我们的大学的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普及的阶段。对，还有对，就是包括社区有一些异步，因为邮件列表或者一数啊这样的沟通方式，其实需要学生慢慢的去习惯一下。然后还有就是结项后后续的维护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就刚才李东老师讲的，其实比例已经挺高了，但是就是可能像 Apache 的这种大部分项目呢，它是维护的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些比较草根一点的社区，就是创业的那种，现在很多的数据库创业的那种社区，其实后续维护的学生其实我自己点进去看的话，其实比例可能还不是足够的高吧。然后这里再提一下，就是如果有些社区的小伙伴就是在参加此类活动的话，因为学生毕竟他还是一类相对特殊一点的开发者，就是可能跟就是他有他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就是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们可能慢慢的帮帮他改进一下。然后一个事儿是呢，学生就是他学习起来其实是很快的，但是学生们呢很多他就是不知道去，你没有给他明确的写明白学习路径，比如说你要看哪几本书，你要看哪几个网站的话，他其实是不太会自己找路的。所以说呢，就像这个老师 mentor 一样，就是神浪熊猫，好像他今天也他也在这边有一个演讲，就是说来，他就是很明确的，他还给学生出了题了，就是在知乎上，然后告诉学生你要去看哪几个论文，然后去看哪学哪几个技术，然后就是怎么实现的。因为他是做计算机图形学的吧，我记得就是还有几个公式你要哪些去了解，然后你最后呢你要实现两个点画圆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把这种路径给他明确的列出来，你就是不太需要关心说他能不能学会，就是但是他需要很明确的一个学习路径是特别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可能是被很多忽略的，就是不是说悲观的，太悲观的讲，就是因为 proposal 就是也是有越来越卷的趋势嘛。因为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前年是1800个学生争400个项目，然后去年是1800个学生争500个项目，然后今年是3400个学生争500个项目。就是中选的学生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少数的部分了，所以说呢，申请失败的同学可能同样需要社区来为他们做一点事情。然后我这里就说一下两个社区吧，一个是 Nebula 社区，然后 Nebula 社区呢，就是他们的社区运营人员呢，在给每一个学生，就是只要你的 proposal 是用心写的，他就会给你寄一份他社区的礼物，就是，反正当时给我寄的，反正我，还是把我那个包裹的数量还是把我吓了一跳的，什么 T 恤啊、杯子啊什么的，就是什么都有，然后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已经结题了，实际上我是 proposal 我没有选上，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阿帕奇的 Skywalking 社区，然后这个 Super Sky 同学呢，他是成立了一个自发学习小组，就是专门为落选同学准备的落选的学习小组。然后呢像是张月清同学，他今年其实是申请到一个Skywalking 的项目的。然后呢就是他在这个落选的小组中，他就是因为你想，就是很多学生，就是月清他其实非常夸张，他那一年的 proposal 写了十几页，最后还落选了。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但是这样的落选小组呢，就是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这么有热情，社区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对吧？然后呢他就去参与到了 Skywalking 的这个项目里面，然后他其实已经成为Skywalking 的 committer 了。然后因为我跟他录过一期节目嘛，我是去当时就点进去里面他的那个第一个 PR 看，然后他的第一个 PR 其实也没有提交多少行代码，我记得他当时就100多200行代码吧。然后当时就社区包括 Super Sky 包括吴声老师就在给他下面在那批，一条一条的批哪个代码写的不对，然后哪个不规范，然后哪个不对，就在那个 PR 上面一条一条批了30多条。然后就当时我就在那里当时看他的 PR， 我就翻，哎，我在想，哎，这就是还有多久啊？在你们要 comment 他多久？然后就是他终于艰难的把第一个 PR 给提完了。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月清同学他的那个热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你这样有热情的同学呢，你不能让他因为一次申请失败，你就是把开源这个也不能说就是他关上大门了吧，你要正确的引导一下他们这种热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就是结项后呢，可能需要社区主动一点。然后这个是李林杰同学，也是北邮的，然后他其实跟我同届，但是他转博去了嘛。然后就是他是也是就是第一年去做学生，然后他参与着就做成 mentor 了。然后他说他其实就是在社区里面参与的一直很好，然后但是呢就是后来是社区主动联系他说，你既然参与过，你要不要再来做一下 mentor？ 就是说我觉得社区对于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同学其实也可以主动的去问一问，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来做一下 mentor。 包括说OpenDev 的那个卓然同学，阿帕奇 OpenDev 的卓然同学，我昨天还见到他，他应该是在20号的那个孵化器有一个分享，就他也是在澳门那边读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然后他今年也是 mentor， 就是说我觉得就像学生与学生这样做 mentor 沟通起来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就是可能就像比较社恐的同学沟通起来大家也比较顺畅。最后再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在校园里面布道的事情吧。然后就是说我称之为大十三准则，就这也不好不太好意思，就是我觉得第一件事吧，就是可能你要永远保持耐心，因为就是怎么搭，比如说怎么搭环境，什么怎么 get 解决冲突啊，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事情就是熟能生巧，而且你再来一遍确实也挺恶心，但是就是你要说去帮助其他同学的话，你不能说因为这个问题简单你就甩开继续看，其实稍微引导着引导着包括说我也开着同学会议，就是帮着就是指导一下，就是说你要出什么指令，然后就是这样子可能这件事就是一个傻活吧，但是你需要有耐心。然后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换位思考，就是就李蒙老师刚开始说的那个奖金的重要性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开源之下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呢是你参与完你才发现奖金原来就是个天头，在大部分没有参与这个之前的同学，奖金来说可能对他们就是吸引力的全部，就是因为你就是社区的那些潜在的那些东西的话，不需要这样的项目你也可以参与进去，然后获得这些好处，比如说认识社区的人，那你提艺术你不就认识社区的人了吗？你非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干什么？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吧稍微讲一点俗气的东西，比如说你参加了一个开源项目，你的简历就很好看，你就很牛，
这样的东西，俗气的东西也可以稍微给其他同学讲，就是可能设施卷除了卷 GPA 以外，仍然非常有用的一条路。然后最后一件事呢，就是持续成长，就是因为开源这件事本身来讲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它是非常如果说你自己玩起来靠你自己折腾的代码都折腾不好，然后那人家一看 你自己这代码写的都不咋样，看来你参与了半天社区，你代码也就这点水平，我跟着你一起参与干什么吗？就所以说呢，我觉得做一个大使自己持续成长才非常重要。然后最后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吧，因为就是可能就是之前说的有些学生的问题啊什么的，其实我这个是我在 GitHub 上有一个同名的项目，也叫跟今天演讲同名，叫也叫科研之下的最佳实践，然后就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怎么写好一个 proposal， 包括说结项以后如何参与社区，然后就是你在写项目中你要注意一些就是社区的事情啊什么的，就是等于说是写给学生的嘛。然后因为其实 GSOC 这样的项目来讲在 GitHub 上有好几个，但是那个科研之下的项目应该还没有，然后所以说我当时就写了这么一个，然后有链里面应该我跟那个几个 GSOC 的朋友们都去聊聊，然后我让他们，我们之间应该是互相都添加了有链的，然后也是在就是在 GitHub 这样，就是我们都接进来，反正就是如果说有大家有想贡献一些进来的话，也非常欢迎。说呢，我是一个比较社交悍匪的人，就是写的代码写的比我好的同学在北欧啊，真的就是真的是太多了，但是他们一般就是比较极客一点，就是不太愿意沟通，然后我们比较愿意沟通的那些同学呢，他好像提起来 PR 又比较懒，就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我是会社交里面比较能写代码，然后写代码里面是比较愿意社交的，就是刚才李梦老师也说了，全国成立了100多个学校内的开源社团嘛，然后这里闭门偷偷分享一下，北邮那个开源社团的社长副社长，我算是副社长之一吧，副社长加起来可能剩下的副社长社长加起来 PR 提的没我多。就是这样的社团，因为它是学院让你成立的，是上面有政治任务，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社团，但是你这个社团里面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就热爱开源？那可能有 GPA 很好的同学，但是他代码写的也不错，但是他对于开源这件事吧，他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怎么拉他们进开源的这个圈子，就是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做不到的一个可能的感觉就是成绩越好，就是越喜欢卷保研啊，什么卷成绩啊，卷绩点啊什么的，那帮人他对这个玩意儿，你反正你稍微说两句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就是说你可以认识到，就像乐清前面，我看乐清的第一个 PR 就是
吴胜老师在下面 comment 很多吗？就是，那你像吴胜老师这样来 review 你的代码，就是你可能一个小时你出多少钱，这个老师都比较不太能请得来吧，就是，所以说就是他成绩就好的同学其实反而就是一点就通了，然后就是相对来说不那么自驱力不那么强的同学的话，你可能反而越给他多讲讲，说我参加了开源展，就我们那个社区。当时直接就跟我说了，你要不要过去实习？你得给他讲得非常明白，就参加这玩意儿，他就要你实习了，你就不怕出这个？就是，我是比较，可能说是比较，一点，就是我不太避讳谈这些，我就说你参加开源之下，你这个实习你都不怕出场，你就能提高你的技术，你还能拿钱。我是不太避讳说这些话，但是其实。比较聪明一点的人，你不需要说这个，不需要说这个。就是他收到多少 proposal 给显示在官网，但是就是为什么不显示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大家做这件事要兴趣，就是你不能说纯用爱发电了，但是呢，你还是要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主导的。你不能说哪我看哪个项目没人申请，我就去做哪个。那你纯粹的说一点兴趣都没有，就觉得这个项目。做导师的话，其实我说我的话，就是说更多的文件，其实我还是希望就是觉得刚才你们。